家长给我带就去，然后那大兵一看，这胳膊折了，不能去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还有一个，看，哎，这行为，我也来了，拿着腿对着，拿着腿，你给我来做个示范，拎着腿对着墙。这个腿折了，不能军训。这也成功了，这也成功了。啊，我呀，高中有个同座，是个女生，属于那种娇小型，我娇，身高一米六，可爱，体重你我俩，两句话不对，我弄死你了。这人真是条汉子。他一看，哎，那这能可以，这可以不去，那我也想想头啊。我这烫鱼，他就想一个，我烫头发。一般人比如说从三层跳下来，跳下来，啪，就死了，拍死了，是啊，他不去，他怎么样？啊嘚儿，这动量绝对不行。我们也是篮球打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过了这跳下来之后，过俩小时怎么样？缓缓落地，啪，人没什么事，是地面有事儿，就是砸一坑，这没猜，四肢都不能动，绑上跟木乃伊去，绑这。晚上的木乃伊就去大兵那儿，大兵刚送到门口，大兵说："这个太胖，不能军训。"